本，然后怎么做，云端白板上面有，然后怎么做 NEST 这个都有，所以你们参考一下，反正照着做。那做完之后，如果其他都要的话，我建议你就直接从这边把，有没有，从那个绿岛机场的 H1 就是它标题字的后面这边会有两段嘛，一段是 Home， 一段是 NEST， 你把它复制一下，Ctrl-C 一下，然后如果说你将来要贴到什么，贴到下面的话，有没有，就南寮渔港点一下，它会在这个标签，你把它移到外面，有没有，移到这个 H1 外面 Enter 一下，把刚刚的东西贴上，然后再移动到下方，其实底下的话就可以一样的方法，有没有 ？H1 的外面 Enter 一下贴上，然后再把这个朝露温泉一样点外面一下 Enter 一下，再把刚刚的程式码贴上，这样会是最快的。你会发现哦，在点击及时的话，那应该每个上面都会有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每个都会有了。啊？page 要改，对 ，page 要改。刚刚啊，对 ，page 贴上之后的话，记得那个。page 的话一定就要再改往下了，反正这个就连到下一个234又回来1，这样的话就完成了。那最后的话，如果你做完毕之后的话，你就把它 save 之后一样就是角胶的话，我想就是角胶这个，你把它用右键压缩成一个 zip， 然后呢一样传送到那个，我们就是将来角胶的两一个 zip， 然后再传到就是我们 PhoneGap 那个云端上，再下载那个 APK， 啊你也可以装在手机里面试试看，比较有感觉啦齁。OK， 大概会有这样的流程啦，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齁，试试看。那今天的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齁，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了齁。那下个礼拜的话就是再来就是204齁，那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再，不过其实这一题我想还是有点需要再多做个几遍。那下个礼拜的话就还有一个是那个204的齁。那这些如果都做完的话，我想可以把它改成蛮多元的齁一个效果齁。